只剩一诺跟那个摄影了。我们先不说、弹幕又有人在带节奏了，这手机闪退了，能怎么办嘛，兄弟？之前是红刀加一些肉，手机闪退了呀，兄弟们，卡了呀！手机闪退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问一下什么情况。这个、我是蛮疑惑的，因为说真的，就是相比成都一级超玩会的一个阵容来讲，他们更多的是要手机闪退了，兄弟。然后来保证自己能够秒掉别人，从而打。手机直接闪退了，我靠！像这把前排多是好事，没有必要是。你打游戏也闪退过呀？记不记得？有啊，对啊，是有闪退过。交给解说席。